他死了。没有办法，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说他死，他死不死？哎，完了，啊，没完，全部都死。还有一个，刷他一刀，吃口药，上路胎被带了。应该眩晕啊，问题不大，走位。哎嘿，他要进过来，不急，咬他，咬咬咬他，眩晕，大招，回血，再回，他打我不怕，我吃口药，还能打吗？打不了啊！我为什么要往上面走？哎呀，他把这个吼开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这一波开大上天了，小走位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技能反推一技能，这倒是就打这个人漂亮，吃口药。他敢进场吗？敢进场，给一技能、二技能起飞。往这边，我直接站在人堆里面叫个大招 ，A 一下，一技能回波大雪，全部爆炸，可以。天才上路。还可以，我觉得还行，你觉得行不行？行行哈哟！哎，有大就这么跳了，然后呢？居然敢大进来，想翱翔吗？小妖怪都得死。起飞，是不是？哎！开什么玩笑？都这个下不来了。这狗药，这李白应该去拿狼了吧？我觉得我这个牌可以拿。果然，他要下路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一个当爹优秀的意识，他永远知道什么时候打架，什么时候推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